我都中意嘅。而家公司俾我機會啦，做打女啦，咁就喐動多啲，咁同埋硬正啲，咁人哋就唔會淨係掛住哦欣賞你個一個花瓶咁樣啊，玲瓏浮凸啊咁樣咯。我呢個身形係天生嘅，我都有猶豫，咁我係咪應該要收碼或者點樣？現實生活中我是完全不了解吳文龍這個人的，但是要跟他兩個做一些 很溫馨的那些戲，這樣這件事是很深刻的。飛去英國落到機，然後大家都十幾個鐘沒有沖過涼，然後看著他整塊面都是胡鬚，男人有鬚嘛，即刻就要拍我們結婚戲，就是說我們求婚結婚很 sweet， 我都很介意即自己第一次跟一個對手近距離接觸，我又沒有沖涼，我有冇沖涼，即係驚有味咁樣啫。咁你話吳文龍就係、是、哇，我打李小龍咁樣，佢好火爆，即係佢講嘢都好快。但我唔知道點解佢到而家都未拍拖咯。佢成個即係表現出嚟嗰個性格咧，即係仲僆仔過我啊！即係好似啱啱出道嗰啲咧，跳跳雜跳跳雜嗰啲咧，係咯，好有活力咁樣。但係原來我成日其實啱啱入行嘅時候有動搖嘅，因為我覺得咁我都係即係點解咁生出嚟嘅啫？點解我要受你哋抨擊啊？咁樣而家就睇化咗啦。佢係企喺第三者嚟睇你噶嘛？如果佢唔睇你電視劇，唔睇你嗰啲新聞，佢都唔知道啊，原來有你呢個人存在。佢有呢個 topic， 佢有呢個話題咧，證明佢有留意你。咁我覺得咁多人留意我都係好事啊，好過冇人彈你，係咪先？做演員係需要有幾把刀喺身嘅，咁所以趁自己可能冇乜嘢做嘅時候，我都希望。即係透過呢個今次嘅呢個訪問，可以話俾啲新人聽下。即係我覺得就算公司唔用你，或者暫時未有機會嘅時候，你記住一定要裝備自己，一定要令到自己充實，令到自己乜都得嘅時候，人哋自然會睇到嘅。你相信，即係只要信呢件事。